永盖生，你今仔日是嘛是主持人呢？除了你是名奖开奖以外，你嘛是主持。啊，咱吼今仔日很牛，够有足侪吼这些年轻的这议员哦，要来给咱的李梅珍加油。我们一一的把他请出来，好不好？我们欢迎台北的钟佩君。我来，钟佩君。哇，这个男人好美丽哈。小心人讲吼，有心来啊，爱加大两工啊，对不对？拢无甲咱讲话，啊，甲咱下一个手，安尼敢会使？哦，咱叫一个无啊，上无爱叫一个出来讲，对不对？北部人来讲看卖，嘛要互阮听看咱南部人的心声，对无？来啦吼！鸡啊鸡水更看上你，徐巧芯，好，热烈欢迎徐巧芯。加油！今天我们在台下的时候看到前台的照片，非常非常的感动，因为人非常的多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待会的重头戏是我们梅珍来到现场，大家那天看到她的落泪，看到她的委屈，是不是心中也非常不舍？所以我们全台湾各地，我们台北市，我们宜兰，我们彰化，很多的市议员，还有现在很多的立法委员已经在台下 stand by， 就是今天要来高雄站下，就是要给梅珍一个鼓励和加油的高雄站长。在越是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越拿出我们的勇气跟毅力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《灌篮高手》这部漫画，里面有一个安西教练，他说了一句经典名言，我还在国小的时候看到大，大家都知道，比赛还没有结束的时候，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大家说对不对？谢谢，谢谢我们。